者杨新汉台北报道，天后孙燕姿在传怀上第二胎，她的经纪人回应，跟上次一样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成媒体会员，谢谢关心，没否认好消息。她的新歌《充氧气》MV 也在今天首播，邀来搞笑的陈汉点单任男主角。天后男的夸张的动作与表情，让粉丝看到他不同于舞台上的喜剧面。孙燕姿先前在开车途中收到充氧气的 EMO， 他一听就非常喜欢，并亲自担任制作人。其实这首快歌也是他的儿子那小子的最爱，常常吵住要听这首歌，一听到便手舞足蹈。谈到与陈汉典合作的谢金，孙燕姿透露两人曾在坐飞机巧遇，很多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物在私下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透露在没遇见陈汉典前就曾有过要找他合作的念头。有趣的是，陈汉典在 MV 中扮演孙燕姿的疯狂粉丝，不但要对住偶像唱歌，更不时督促他不可以松懈偷懒。陈汉典透露他本来就是孙燕姿的蝶粉，笑说这次完全是本色演出。孙燕姿为了感谢陈汉典跨刀，特地准备了一条围巾相送，让陈汉典感动说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燕姿本人太 nice 又可爱，还送我礼物，直呼天后相当的温暖。孙燕姿拍摄新歌 MV 邀来陈汉典跨刀，环球提供孙燕姿拍摄新歌 MV 邀来陈汉典跨刀，环球提供孙燕姿拍摄新歌 MV 邀来陈汉典跨刀，环球提供孙燕姿推出新专辑孙燕姿 No.13 作品跳舞的伴舞，环球提供